你这些衣服我来洗就好。啊，不用了，还是我来。不是，你平时工作太辛苦了，还是我来帮你洗吧。啊，不不不，带孩子更辛苦，事业女性最辛苦，还是我来。哎呀，我不累，我平时一点都不累，还是你比较累吧。算了。平时都是我来，洗衣机你用不惯。我怎么会用不惯呢？哎，你别抢！哎，不是你不知我，你先别动，你先别动，你让我先动好吗？小姨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能看，不能看。本周签约账号数据汇总已经出来了，目前来看呢，会吃的小芋头互动不错，比起之前粉丝有所增长，现在已经达到45万了，但是之后呢，涨粉速度缓慢，较之前两周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。啊，这部分的数据你们可以给到小芋头，然后运营人员多盯一下，多催他的稿子，运营可以多给他提供一些思路，开辟新的专栏。对了，玉姐，嗯，李景阳、陶曼曼今天在拍摄一个服装品牌，结束之后一人能短暂的休息一段时间，后续呢我们还会跟进新的品牌，可以给李景阳多安排一些工作。嗯，玉姐，前两天有一个制片人想找景阳哥拍电影，但是这个钱给的太少了，我就给推掉了。这样，你先把项目书和资料发给我看一下，制片人的联系方式也推给我。好。哎，这个也不错。哎呀，到底选哪一个呢？李导，非常感谢您跟王总对我们这个厚爱啊！谁让我们景阳现在这么火呢？您稍等，不好意思啊，景阳，那一天啊，我给你空出来了，所以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啊！谢谢花姐，加油啊！哎， yes。 李导。谁要过生日啊？啊，你吗？但我记得你生日好像不在这个月吧？我一个朋友，女性朋友，你喜欢的人？嗯。你有女朋友了？她叫什么呀？哎，她是干什么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在，我在。我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？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哎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有空，有空，有空。哎呀，景阳，我们沈阳老师刚刚通知我们说，今晚又要很晚收工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那我没事了。哎，老大，你这是在做什么精品呢？老大，这什么味的蛋糕放这么多柠檬啊？我看是爱情的酸味吧。哎，管它什么味道，我就想看老大赶紧打败 Sweet， 揍必胜。你们几个很闲吗？别嘴贫了，赶紧打扫卫生去。
送什么好吃的？我做了你最爱的排骨汤，你尝尝。我尝尝。老大，客人都走了，我也让他们都下班了。嗯。你有事吗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嗯，你说。我想辞职。辞职？为什么？之前的新品同区泄露确实是因为我，也影响了店里的生意。我实在是没有脸待下去了。都查清楚了。那个小号的主人确实是魏巍，他居然为了钱把咱们同区的做法卖给了 Sweet， 因为这件事我跟他大吵了一架，也已经分手了。对不起啊，老大。斌啊，你是我第一个员工，也是我合伙人。So 是咱们两个一起干起来的。我知道这家店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咱们的经营理念跟 Sweet 不一样，只要我们人还在，就永远有更新更好的甜品。所以这件事情不用太自责。但我有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做，你还需要跟另外一个人道歉。明白，我会亲自去和江小姐道歉。那辞职的事儿不批准，我最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所以这个酸甜的发售全得靠你。还有，最近多给一航安排一些采购的货，多给他发点红包，看上去手很紧的样子。老大，我要一辈子留在你身边报答你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酸甜已经成熟了，替我尝尝。好。有一种柠檬的酸味儿，但细细的品尝起来又有点淡淡的甜味儿，正如其名。老大，这款甜品交给我就放心吧。所以说嘛，要是没经历这些事情，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灵感。别放在心上，好好干活吧。啊，姜思涵，注意你是个淑女。思涵，之前笔记本的事情我跟白冰聊了，是他不小心告诉他女朋友，他女朋友泄露出去的，所以跟你没关系。哦，他会跟你道歉的。嗯，干爸，我吃完了。吃完了？嗯。嗯。我来吧。你确定？嗯。不用了，你陪瑞玩吧。我来就好。小爷，你平时不是最讨厌洗碗吗？之前你还跟我说，要把碗留给干爸洗呀。小姨什么时候这么说我了？你在说什么？小爷，你今天怎么总是偷看干爸呀？啊，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啊？嗯，不过我是不会告诉干爸的。好样的，小姨平时没白疼你啊。